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27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就近期热点进行回应，相关内容如下。问：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涉嫌帮助叙利亚政府跨五研发机构获取电子设备的5个实体和8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含1家中国公司和1名中国公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否会对相关中国公司和公民进行调查？答：中方在防扩散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扩散活动，严格履行相关国际义务和承诺，始终根据本国政策法规开展防扩散工作。同时，中方一贯反对有关国家根据自己的国内法对其他国家进行单边制裁和所谓长臂管辖，实施单边制裁无助于增进有关各方的互信，也无助于各方合作解决一些国际问题的努力。